准备丢包。啊人诶，对啊，去抢电器啦啊，无用这里啦啊，哟呼，放风时间到了。垦丁露营钓鱼 R3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放风了放风了，把泰座送去星巴克。我们在垦丁露营，其实早晚非常舒服，可是中午呢，哇，热嘎的，我得求恁去喝啊，你要喝个咖啡嘛，甜点随便你点，钱包单哦，我就会争取到一点点钓鱼的时间。好的，我现在人在鼻头渔港。这个小渔港真的是很干净，水非常非常的清澈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都还蛮喜欢来这边。你看，哇，这最真正有清的，就想要跳入鱼缸，当然这是袂使啦。时间无济，我即卖准备要看看，先来钓鱼啊，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钓，一个多小时吧。我就是钓到伊打电话来给我催位置啊。各位啊，我现在在外面的珊瑚礁地区，美到一个不行。今天的装备咧，赶快是 HR 的多节软丝杆860H， 雷纳奇人工橡胶 Stella 2500型，可是我费3000型的线杯，缠暴力源1.5号 PE 线，300米多多厚，千岛线我用6号。好，直接开搞，搞起来！哇，这边水实在是有够清澈的。来，随便找个地方试抛一下，就这边给它动画的几色系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用的饵是十克的 Spoon 十克的，这是溪谷猎人的啦，鱼拓都买得到。先轻抛一门，哎呦，哇，刚刚看还好，一下来觉得怎么浪脚有点大的感觉。Spoon Key 哦，拍一共干明白吗？真正是赞叹再赞叹啊，这水又清又漂亮，一波一波打好，一波一波一卡印。哎，我还是走岸上好了，水里面深度判断会有一点落差，折射关系。我走到一个超外面的，哇，好漂亮哦，跑出。因为 spoon 有浪在打的话，它很难飘得下去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飘了。水平移动为主啦，让它沉一下，然后开始慢慢的平收，看有没有东西要捧场。哎，看样子是没有。哦，中了！才刚讲，哎，短嘴哥，我在摇饵上来，咚一下就下去了，当当，看嘴哥。这东西垦丁其实很多，这一次来都没有遇到短嘴蛤，生态变得差是怎样的？很久没见啦，你看他一脸不爽，有没有？很可爱，很捧场啊！喂，普通哦，各位运气还不错哦。来，差不多5分钟开壶，我先用 spoon 扫一扫，如果摇框不好，我再换软虫。一样的操作啦，继续哈。甩出去，稍微沉一下，平收回来，接下来就交给上帝去安排了。你看，一零一零了，我的 spoon 就在它上面站着跑，看我有没有东西动没掉，冲出来接了。当然，你的饵越贴礁石是越好，可是挂底的风险越高。哎、欸，龟在那边，哎、欸，不止一只哎、欸，我发现，哎、欸，它都快挂几架，这样不几架。改变策略，我要换铁板，是12克的微铁。这个铁板叫做夹起来了啊，紫电之牙，人家规个人拢会夹起来。来，我甩，直接让它敲底了哈，不客气了。到了，哎、欸，到了，马上中，落水咬，落水咬、欸，哎，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触底了吗？怎么不会动？哎、欸，体型不错哦。石斑，呼呼，好久不见，澎湖特产。哎、欸，不太像，应该不是啊，这不在吗？某某石斑。12个微铁丢下去，我还一度疑惑，哎、欸，到底了吗？到底了吗？我那是给他洗你啦，去吧。
哇，这实在太好玩了，这个好玩程度跟男女差不多。玩这个好玩就是哦，原本很空虚的这样狼狼狼狼狼啊，他如果然后咬会突然一个瞬间溜了，杀个你措手不及，有些喜欢生心脏病啊那个。就逃啊！哎、欸，好运还没走。来，直接下猛药，臭臭臭臭臭虫，捅下去！我只有一个多小时能搞，我现在赶快把臭虫拿出来，看能不能多钓个几只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完全没有反应哎，怎么了？吃鱼啊？要吃鱼啊，不爱吃虫哎。来各位，我最多就躲在这，过去那边浪太大，先来一门浅的，气夹注意问呢。哦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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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气夹注意问的，给我气夹，记着一下。啊，短嘴蛤，好朋友。哎呦，以前一瓶要先夹啊，这只短嘴蛤做性格哦。哦，咬了咬了，终于，外面有东西在飞呢，哇，更肥的短嘴蛤，这条好像哦，啊，这条我们的 OK， 看到海龟了，海龟在那边，你看那个头，好大好圆啊，小龟龟，这里有一只，这是海龟窟是不是？那里一只，那里一只，两只，哦，我不钓了，我不钓了，真的钓到海龟。首先啊，海参跟这个叫什么东西？靠两腿上。上恶心啊！不要吃了。啊，要不一只？要不一只？看无。来，恭迎老佛爷。凉不凉？超凉的，会冷。会冷，我你要拍到就要热死啊！啊。明白无？真好，算你搞这人。底下钓了两只咖啡，刚爽尔哦。人生啊，人生就是安尼尔。而且人生是安那？怀疑人生。各位，我今麦人伫昆汀的 B 头鱼港，夫人要跟我一起来。暗时你总不可能放一个人，然后给走出来夜钓嘛？今麦就是准备安泰泽。好，干那安尼，搁无搞，上贡品。来，请入座。这是 VIP 吗？不是，是 HIV。这是什么啦？HIV 是艾滋病的病毒。好，去拿东西。报告室。哎，男人真是命苦。叫嘞叫嘞，哦，卖客气啦哈，当作家己的厝啦。哦，维德丁的兄弟搁真澎湃呢哦。肯丁大街，无啥人。这先吃，要不伊海苔要软去啊。是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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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软是对口味。依然。我等下再钓伊了吧。可以啊，我东西吃完之前。你等下，我过来 seven 去报挂。啊，你今麦钓只生鱼啥物件？地瓜，地瓜饼。你们夜钓啊，不会害怕吗？超怕的，为什么不会怕？怕钓不到鱼。如果是很黑很黑的地方钓鱼，我是不会去的，我会惊的。哎呦，我看一下，看到鱼啊，好像是哈、哦。你看一下这个奇怪的波纹。嗯。你找到这样，我来钓一下。真的哎。说真的，你以为我在偷懒啊？还是你以为我是套路啊？麦克风你好小，各位，我有灵魂，有异状啊，对啊，你看那波纹很不自然，对不对？这鱼啊，你还硬啊？底下我现在在什么鱼啊？什么鱼啊？好吧。你也不知道哈哈以上，可是这么暗你怎么看得到？因为这个渔港出了名哈哈超多。是哦。明天早上母光的你来看，满海蓝色的。母光是不可能。又在装逼。
你在装逼，我是怕你的寒，屁啦。蛮温暖的。就可以说很温暖，啊，但是汤全部都会飞来吃。那你还是拿走好了。啊，你不能碰到，碰趴。蛮有气氛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啦。对啊。该准。无啦，无对啦。对啦。有啥啦？好、哦，你发啊。直接发啥？发贵你啦，发。捕鱼机啦，你不要啦。捕鱼机？什么的捕鱼机？哎呦，你阿当时有在耍啥？无聊哦，还有在那喝色。对啦。真的啦，对啦，对啦。白白的。真话软丝啊。Hello。这是什么？恭喜啊！恭喜你！我一直想要钓，钓不到。你也是一手捕鱼机好啊，结果来了。哇、哦，好大只的海龟哦、欸！超大只的哎！各位，你看海龟，港内出现海龟，海龟杯啊！你来看这人，叶聪啊！叶聪啊，哈，小姐，小姐，叶聪，你拍海龟，它好可爱哦！不见了哎！对啊，你出来了，出来！你为什么看到他的头，你真的特别开心呢、啊？啊，因为很明显。海龟，你有看到汤无？我头早就是去遐钓。我来戴我围巾，有个卡出来了，还、啊、有人跟他说这是像店小二。被偷走了，店小二，你披那样子不是店小二吗？公公，你这人去拍拢安尼。鼻头渔港这些所在，只要来垦丁我都会来啦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干净、很宁静的一个渔港，没什么人会来，就算有人会来，也就是来问一下看一下照，所以我都会买一些东西在这里看海，鱼竿啊就拿出来拿出来，最好耍的而已。这港说实在没什么鱼啊，有也是虾港而已。这一集又有干爹赞助了，终于有干爹了，包你发娱乐城，包你发啦，包你发这个游戏 app 来的一个过来种机台，然后什么，比如说老虎机啊，百家乐这来的龙五，今麦四月份最新上架的，跟着双星派对最新最夯的机台啦，随时拢像是免出国的那种，伫咧澳门、拉斯维加斯在玩游戏，赶快在影片最后我会置入15秒的四月份最新上架的广告，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看到最后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喜欢影片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